子都在说，这生前程大在教育。的确啦，这一波冗长的时间，天天都会听到了疫情的信息，人与人之间都有那样的提防、预防这样的心情。我们真正的需要人呐、要和和互协，爱心互相关怀，规矩人人要如规如矩，这样的人生正确轨道啦，那就是平安啦。爱就是人生啊慧命的表态，爱心这就是智慧啦表达出来的我们的生态。所以磁场都在呼吁啦，人人方向正确，不要脱离啦人的规则。人正规则，那就是有规矩，要有充分的爱，那种规矩啦的爱啦，那是最善最美的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用智慧啦，在日常生活对人对事，我们呢要有善心，清净无染的爱，这叫做智慧。真清净无脱轨啦，对人生有爱护，这就是智慧的爱。期待人人呐、受到了这一段冗长的时间，现在人人呐、要真正的有觉悟，开始要改变生活，这个生活要在这前程，斋戒虔诚。所谓斋戒，我们要尽量尽量如数，一念心而已啦，转分如数，这就是要考验我们人呐、有没有真诚的爱心。我们人呢有没有智慧的愿力，有智慧的愿力啦，有了爱啦，有爱心，那就是清净无染的智慧之爱。动物有灵性啊，平常我们人把鸡呀、鸭呀等等当成呢是养它供应呢餐桌的食物，这实在是好颠倒啊。人啊很残酷啦，因为人啊人类呢这样残酷的心用在不知觉啦那动物的身上，造成了很大的杀业，这种众生共业，这共业起来呢就非人能挡。看自然的灾情，有水灾有火灾，加上呢战争，他
潮烂人啊，烂民潮啊，啊，其实看着看着呢，实在是很不忍心。哪里有灾，业力现前，就会有一群菩萨现身庇护照顾。可惜这样能庇护照顾的，毕竟力量为之少啊，所以一直在想了这两天啊，实际过了50多年啊，我们在这个时候能不能再更呼吁的让慈济人更多，爱心更普遍，菩萨情呢拉得更长，才能真正的救地球，救人类，普救众生。所以普救众生不光是救人类，要救人类呢，要从救众生的心开始。救众生就简单啦，在你我之间，我们来呼吁，人人多数少分，或者是呢，更进一步呼吁转分为数，那涌起了爱心，爱心的清净，那叫做虔诚，用虔诚的爱心，我们要虔诚祈祷，这一念心啊，上达诸佛菩萨听啊，尽管菩萨慈悲教义众生，众生不听话，也是无奈何，因为众生那一股业很沉重，这样沉重的往下沉，这拉不起这一股气，清流之气啊，拉不起来，这需要呢，这众生的众业要有觉悟，人人弃恶从善，这一股善念之气才能拉高，恶念啊减少，它才能减轻啊业力。所以啊，业力那恶罪啦，那业力就成，越拉越成，往下成呢，叫做地狱；往上浮起来，叫做天堂。所以，我们要如何拯救众生呢？离开地狱，在人间造福天堂，还要在人间付出无所求，那就是菩萨道，永恒解脱，不会再迷失，那就是人间菩萨道。但愿啊，各位菩萨都有因缘啊，可以听到师父呢声声呼唤啊，也是呢
不断把佛法要传给大家。佛法别无他道，我要你虔诚，虔诚的信仰。我要大家这一股虔诚啊，爱生、护生、救生。我们要爱护生命，我们要保护生命，我们要拯救生命，这才能人间啊和睦。